琼瑶剧金牌配角李丽峰67岁辞世。我把人生重新排列了一下，我觉得什么最重要？活着就是要快乐。很多人说我有。琼瑶剧的妈妈詹夜户67岁金钟视后李丽峰在11月21号晚间过世，经树葬于福德公墓。身心低调的丽凤姐交代弟弟后事办完之后，再对外证实噩耗。李丽凤19岁考进华视，原本被培养担任小家碧玉角色，没想到敢演反派却超适合，29岁就扮慈禧太后，她也是琼瑶剧的金牌配角。你恨我，你会一直恨我，直到我妈。佩文，你不必忌讳，我总有一天要走的。我总算是找到你。娘，孩子，一枝豆，百枝摇，头是一家人，休戚与共。1989年以《京华烟云贵姨娘》一角拿下金钟视后。凤姐是演艺圈中的孝女，2002年父亲罹患胰脏癌，她停工专心照顾父亲。2008年准备复出时，却检查出乳癌第3期，即使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仍是乐观面对。我送走父亲大概是六七年后，我自己得了。那时候我自己的心态是觉得说，这个很棒啊，给我真的还假的？真的，别人会觉得说你完全不正常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只担心说我不要走在我母亲之前。那个很棒的是，我觉得人生就在那段时间那一年中，我觉得人生来就是上课，我上不同的课，这样的话我可以重新让我自己去上这个更深的一个课。